三界六道及九法界啊，这一切众生，这诸佛是否数目永远一样？是不增加，也永远不减少。因为灵魂是不死不灭的，请问有多少数目？这个数目就不要说了啊！我们不要讲这个三界六道啊，这是九法界众生呐 啊，都被说这个。你去念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，就是十方世界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那些人，那个数字有多少？这是经上有的，你仔细看看，对比对比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